菲律賓南部發生強烈地震，造成至少四人死亡。由於最近兩週曾經被兩次致命的地震震撼，導致有關當局對嚴重受損建築物的搜查。巴基斯坦一場致命的火車火災的受害者在醫院接受治療。這部載滿朝聖者的火車上發生烹飪器樽爆炸，造成數十人死傷。隨著消防員努力撲滅火焰，近十余場的大火繼續在加州南部燃燒。隨著新火災的發生，成千上萬的人被迫撤離。消防人員正在努力控制一場大火，這場大火摧毀了南部沖繩島上歷史悠久的首里城，摧毀了世界遺產遺址的大部分建築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拒绝将波音737飞机停飞的呼吁，之前称其的机轨当中发现第二架飞机的A型结构出现裂纹。